听我的，睡前一定要吃宵夜，这样才不会做噩梦。快分享给你的熬夜饭搭子吧。Hello， 今天我们吃辣猪猪炒火鸡面，来一个超大版的 Plus 福团。拉丝拉丝。哇！你们想吃一口吗？好好吃啊，这样吃也太贵了吧，这个是我特意让工厂给我定制的。有没有在我直播间买过这个福团的小版的，好不好吃啊？里面还有很多法芙娜脆猪，你也看一眼。哇，这个不用打的胰岛素吃啊，巧克力多到溢出来了。哇，说实话这么吃还挺腻的。太腻了太腻了，不行不行，赶紧先来一口火鸡面解解腻。哇，这比嘟嘟的大肚鸡。一抿就脱骨。哇，火鸡面的受众群体是你吗？你们知道炸鸡吃多了脸上会出现什么吗？会出现幸福的笑容。
捡到了一块漏网之鱼，呀呼！再来一块猪蹄段，肥肥糯糯的。我被那个腐团腻到现在才刚缓过来，还是小板的腐团好吃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先拍到这里吧，拜拜。看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哟。